要求你磕一个，对对对。春节，春节我们还来呢，春节还来呢，还得来给大伙拜年啊！啊，好好，我看见什么了你们？哦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，哎，你好，你好啊，谢谢，谢谢成都的父老乡亲。嗯，我们哥俩不是头一回来到咱们这儿演出，咱们是第三回了。哎呦，来三回了，前年也来过一回啊，在之前呢都更早了。哎，特别的喜欢咱们这块风水宝地。哎，因为什么呀？啊，观众朋友特别的热情。哎，也懂相声，对吗？刚才这灯一黑，大伙儿一下就山呼海啸，都以为停电了呢，可能啊。后来侯叔一上来，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啊！我明白您这掌声都不是给我的，那是是给一会儿后边要上来的演员，啊！哎呦，谢谢，谢谢。郭麒麟很谦虚啊。确实也是，咱能力不够啊。啊啊，因为什么？跟这个父亲呀、啊，包括我师哥在一块演出，人家都比我优秀。哎呀，而且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敢说啊，现场还有好多观众对我都不了解。是吗？我叫郭麒麟啊！你想，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一会儿一会儿，那是一哥，那是一哥，嗯，对，您这欢呼啊，还是很喜欢您的，感谢感谢大家、啊。对我了解呢，可能对我搭档就不太了解，嗯，所以呢就不介绍了，对，因为人一劲儿喊，你怎么不介绍了呢？人喊什么？让他下去，人喊，我下去、啊，人喊喊。喊你的名字、你应该介绍一下我的好搭档，哎，阎鹤祥，哎，哎呦，谢谢您、哎，感谢成都的父老乡亲，多好啊，嗯，大伙儿都喜欢他，哎，不光您各位，我也喜欢他，啊，我可不喜欢你啊，你玩去吧你，这话那么别扭，喜欢您的艺术，哦，就喜欢艺术，喜欢您的才情啊，多好啊，你看看，阎鹤祥特别的有才华，我呀，啊，哎呀，而且跟我关系特别好，我们是一场吗？不为别的啊，嗯，因为我们两个人按北京话说，怎么说？叫发小，啊，我们是法国人的小孩啊，你是法国人的小孩，北京话吗？什么叫发小啊？啊，从小一起长到大的玩伴，哦，从小一起长起来的，我们两个人发小，哦，小时候哎。怎么说啊？说这哥俩关系好，嗯，好到什么地步啊？嗯，光着屁股跑到大的交情，哎，这是老北京话。对，你看这好友一比都这么说，嗯、哦，但放在我们哥俩身上那是真事儿。嗯，小的时候不懂事儿，就光着屁股满街跑。啊、哦，那年我6岁，他21。他，对、哎、我因为这个判了3年嘛，我因为对，我是流氓啊，我是。流氓小孩21了，不能那样啊！不是，就天真嘛，不是天真，不能光着屁股。嗯，有时也穿着，哎，穿着没有，有时都穿着啊，一直穿着。哎，哥俩就好，就这么好。怎么好啊？嗯，撒尿和泥儿的交情，这又怎么解释啊？我呀，撒尿，他和泥儿，知道吗？哎，跟着。对，我给他们家糊一套餐具嘛，后来、啊。多恶心，这人多恶心，你先恶心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后来把这套餐具送给了于谦老师。哎呀、啊、拿这喝酒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多香啊，人说倍儿纯。哎，对，反正就是我们哥俩就好、嗯、小时候好啊，长大了那更得好了啊。对啊，在一块儿合作啊，尤其有一点啊，您说真的、啊、我觉得你应该向我学习。我向您学什么呀？你看从小到大都是我跟他学，但现在他得跟我学、啊，学什么呀？学什么呀？啊，挺大岁数了，嗯，到现在单身。哦，不是，哎，我这个您别起哄，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、就是。现在很多人都独身主义。但是你岁数有点太大了。我岁数怎么大了？你跟大伙说你多大岁数？我过完生日今年22。咱们西南的观众怎么都这样呢？咱们。您这到东北也得这样。我说的是虚岁。哦，那你10岁呢？37。10出15岁去是不是？显得年轻嘛，流行小鲜肉。你快看看吧，你身上都招苍蝇了，你看看。我主要跟他摔那一跤啊。啊、哦，你得了37。37。37往前倒，那是1981年生人。哎，对。对吧？啊、嗯。1981年什么属性啊？属鸡。
属鸡，属鸡，属鸡最好了。嗯，属鸡的人特别的有上进心。哎，回头吧，我最近正练毛笔字呢。嗯，我给你写一块匾，你挂在家里，写的是“上尽天良”。你先等会儿，你打开一看，别打开了就。你有文化没有？怎么了？你先告诉我尽天良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怎么什么就庸俗？太庸俗！一见面就是。没有没有，这是个成语，你有没有学？成语是那么说吗？成语上尽天良成语吗？成语人，我们应该叫丧。我哪儿得罪您了？我不是。我就是说想给您写块匾嘛，你写匾别写那词儿啊，自强不息，哎，这可以，好不好？哎，希望你好啊。八一年属鸡的哈，嗯，几月生日啊？九月，就这月的，不是今天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哦，那太好了，啊，差点，是这个月九月十四号，九月十四啊。什么星座？处女座，处女座，哎，啊，那等于说您就是处女鸡，这个处女鸡在，这就你们家这条件消费得起，知道吗？对对对。多难听啊！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不能这么消费，人家不好给开票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你们老叫人家蒙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处女座属鸡的，别连起来说。说话好省略，您省略我受得了吗？啊，处女座属鸡的，哎，那更应该好啊。哪儿好啊？啊，这个星座这么追求完美，嗯，这个生肖这么要求你上进，你更得好了。独身就不行。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得有这个心啊。行，我有这心呐，啊，我自打进了你们家那买卖，这不就没这心了吗？这叫什么话呀？嗯，你得努力，对不对？得努力的，当然得努力了啊，嗯！今天这个机会也不错，嗯，咱都知道啊，咱们四川特别的出美女，哎，没错，正好哎，就着这机会，看看现场有没有说和阎鹤祥兴趣相投，然后也能够接受他，哎，有这样的姑娘呢，哎，赶紧就嫁给别人。全搅和了，确实是太热情了。您都给我轰出去了。我看有那个大哥不错，哎，好嘛，你考虑考虑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跟这大哥吧，跟这大哥在一块儿，你们拔死的恨，你们是吧？还学两句方言，你这，啊，不像话！您这样不用跟这征婚，咱演出来了。是不征婚啊，嗯？你得上心。你不用老说我，对对，您说您自个儿吧。因为你跟我情况不一样。那我没有那么好的爹，我跟你说。对对对，不用在意那些细节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细节，这还不是细节，这是整体，这是。你认识我不就等于有一个好爹吗？对吗？没听说。这，他们家的损人都传辈儿，我跟你说。我那就是有，就是好爹能给你的兄弟，我也能给你，明白吧？这话这么别扭的，我都很谦虚，我都兄弟了，我都。啊，好好得了啊！我指着我兄弟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因为什么呀？嗯，我。听不清啊！啊，听不清啊！哦，哎呦，好，上面还有人呢，实在是抱歉。哦，就，哦，看见你们了。哦，这层还有人呢，啊，我以为是窗户呢。我以为到那儿就截止了呢。哦，看见了你们。哦，哎呦，嚯，哎，嚯，哎呀，哎。哎，这不是了，哎呦嚯，哎呦，这么多亲爱的观众，我的妈呀！哎呦呦，那我们大点声，他们要逮咱来啊！啊。啊，星星点灯，这是。主要我不会 B box， 我要会 B box， 你们就都听见了，知道吧？啊，真来一个。啊！不太掌握这个技巧，主要是。你这两天痔疮，您这是。这个，还咱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啊。啊。因为什么呀？阎鹤祥到现在不找女朋友，可能有他的原因。嗯。我到现在。为什么说这方面也不是特别的上心呢？因为我对这个爱情的要求特别高，知道吗？必须得是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因为我的爱情观是非常的纯洁，知道吗？听不见，听不见吧？真的，这真是没见，听见竟淤我了。你这话呀，你这话应该昨天说啊。为什么？昨天下雨打雷能劈着你，我跟你说。就你们这文艺圈的，你还纯洁呢？你，你上微博热搜，你看看现在，怎么了？哎，各位啊，您不了解，我还不了解郭麒麟，我一个人，各位那可能是没找着合适的，他一个人。哎，对了，
哎，郭麒麟，就哎，当了亲爱的观众，我问问你啊，就你的爱情观，我了解你。怎么了、哎？说实话，当了成都的观众，比如说啊，有这么俩女孩，有一个女孩啊，长得很好看，嗯，但是家境贫寒，没钱，父母下岗，家里特别穷；还有一个女孩，家趁人直，爸爸也是大明星，金牌制作人，捧谁谁火。但是这姑娘长得跟岳云鹏似的，哎，你说实话，你喜欢哪个？这种问题都不想回答，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。你以为我的眼里只有钱吗？我就喜欢岳云鹏那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。看见没有，各位，这就是他真实的嘴脸。我跟你说，非常纯洁，你还纯洁呢你。主要你想，半夜一躺一被窝，他一唱《五环之歌》，多可爱，是吧？这个能避孕是吧？这那他不唱也能避孕，是不是？你别说这个，那说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考这都没有用，这也不是实际当中发生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您说一实际的，他跟这儿竟胡编了。您先说我的呢。行，反正今儿话赶话也都说到这儿了。嗯，这个确实啊，身为一个这个公众人物，老瞒着观众朋友们不太好。哎，今天呢，也跟大伙儿透露一个小秘密，好吧？您的小秘密，来到成都都咱们自家人。都是咱们自家人，你认识人家吗？你就自家人，我认识怎么？哎，都认识，都认识，没事。这不二姑三舅都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不指着这边吗？这边答应什么？这边是他二舅，这边都是啊。今天啊，这样啊，咱都是亲戚啊，我得跟大家告诉一个小秘密，好吧？什么小秘密？我呀，啊，哎，这。您甭跟我嘀咕，您不亲人吗？跟观众说，就是我呀，啊，有，坏了，这不是我跟他说的啊，我不能有啊，我可来不了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个设备，我是有女朋友了，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有女朋友，这个大哥你退票干什么？大哥觉得很遗憾啊！你今天来的目的不纯啊！你，真是的，而且很正常，22岁了还不能有女朋友吗？该有啊！而且确实我也很非常的骄傲啊！我的女朋友特别的好，有腿倒是啊，有。怎么你女朋友是肉咕噜是怎么着的？我有一女朋友，你有什么骄傲的？骄傲就是，哎呀，各方各面的都特别的好，长个袁鹏似的，长得跟那样都不着，知道吧？长得也漂亮，是吧？哎、得体大方，特别的好、哎，尤其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听。这叫什么呀？诸葛钢铁。啊，哎呵呵，都啊这么些人啊、哦，这么多诸葛钢铁啊，嗯，都是诸葛钢铁们都来了，都来了。什么名字？诸葛钢铁。哎呀，这个名字你一听不觉得特别的温婉吗？这个是吧？哎呀，啊，特别可人啊，诸葛钢铁。嗯，我们俩认识非常的早。哎呦，在一块儿呢，走到今天也有7、8年了。您先等会儿吧。嗯，您今年22，都7、8年了都。我上学时候我们俩就在一块儿交往啊。哦，在一起特别的好。钢铁啊。但是你不要提钢铁了就、啊、嗯，我们都叫铁铁铁铁好、哦、7、8年了哎好，我老以为大伙起哄呢跟这儿啊、嗯、也磨成针了这样、啊、不这是个成语吗？这是成语吗？形容人要努力嘛，时间能改变一切。那他不能叫钢铁，得叫磨刀石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跟这胡说八道的，讨厌人家这都就录着像呢，这都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您跟钢铁7、8年了，七八年了，怎么了？而且现在也已经同居了。对，嗯，啊，行，这个也没什么新鲜的啊，年轻人嘛，正常，很正常。现在有这样的啊啊，但是说一同居吧，这个问题就来了。哟，因为两口子在一块儿，他经常容易打架。哎，这倒是，虽然没有结婚、嗯、但是男女朋友毕竟这么些年就跟亲人一样啊，磨合嘛啊，有时候就抬杠啊，拌嘴啊，吵架特别多。对，特别多。嗯，而且您比如说今天早晨起来吧，啊，就发生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哦，演出您还带到成都来了？
干嘛带到成都？成都人啊。哦，好，啊，说一句一挥手，这个，哦，钢铁就是成都人，成都人啊，啊，成都姑娘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，哎呦，人家今天跟我早晨起来，嗯，你我跟他情况不一样，怎么呢？都知道我的工作是演员，嗯，我们演出时间比较晚，哎，演的晚，结束的晚，睡觉自然也就晚，对，夜里恨不得四点、五点，甚至天都快亮了才睡。哦，但是朱钢铁呢跟我情况不一样。哦，他怎么了？今年这不刚开学吗，他早晨起来要早起去上早自习，放假最后一天，早晨七点多就起了。哎呦，你说你起了不就完了吗？啊，嗯，他非得给我也扒拉起来。早晨起来七点多啊，嗯，我刚睡仨小时，谁搁谁睡得醒啊。嗯，他过来就扒拉我。哦，嗯，你起不起呀？哎，我听完这话，我这火腾了就上来了。干嘛呀？嚷嚷什么呀你？这刚几点我就起啊？对，我起呀！我起你奶奶个孙子！哎，你等会儿。你骂谁呢你？骂朱葛钢铁。骂朱钢铁你冲我来干嘛呀？这不是学给您看吗？你不用学给我看，你说就完了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您说我是起还是不起？天不早你就起来吧。朱葛钢铁也说了，那天不早了你就起来吧。你等会儿，这话谁说的呀？诸葛钢铁说的。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啊？巧了。我一想，哎，行了，先把他送走，我回来再补个回笼觉吧。嗯，我就起了。啊，刚坐起身来，他给我把裤子拿过来了。哎呦，你穿不穿呀？好家伙，一听完这话，我这火腾我就上来了。嚷嚷什么呀？刚几点我就穿裤子呀？我穿你奶奶个孙子！你又骂谁呢你？骂诸葛钢铁呀？干嘛又冲我来啊？这不学给您瞧？你不用老学给我瞧。那您说我穿还是不穿？你拿过来你就穿上呗。诸葛钢铁也说了，拿过来你就穿上呗。这话又谁说的呀？诸葛钢铁说的。怎么跟我这又一样啊？巧了。哦，又巧了。巧了。嗯。那我一想，早晨起来光着屁股满屋跑也不好看呀。啊。穿上吧。哎呀。刚一穿上，他又给我拿过一杯牛奶来。嗯。你喝一口。你喝不喝呀？哎，我听完这话，我说火。汤我就上来了，嚷什么呀你？我喝什么喝呀？我喝呀！我喝你奶奶个孙子！你骂我干什么？废话，你骂我两回了。那您说我喝还是不喝？乐意喝喝，不乐意喝甭喝。你看诸葛钢铁这态度，乐喝喝，不乐喝甭喝。我一想，那喝了吧，怪渴的。这牛奶一喝，他又给我拿过一片面包来。你吃一口。你吃不吃啊？您说，我吃吗？哥，您说我吃吗？这不怄气吗？诸葛钢铁不理我了。哎，我这不说话也不行啊。这不征求您意见吗？征求我意见可以了，啊，我说话
就你这媳妇还插嘴不插嘴了还？保证钢铁再也不说话。我说一句话，他再插嘴我抽你啊！没有了，讨厌！你问什么？说吃还是不吃？让我说啊！您吃两口。住嘴，钢铁！说什么？没说话。我看他敢。我儿子过来了，爸爸，你吃两口吧你。就你这样，你有不了儿子了，我跟你说。没，早晚会有的。讨厌！你干嘛呀你？你干嘛呀？这不是说点实事吗？您开着玩笑都过分了。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总而言之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得抓紧。啊，得了，我听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毕竟你身为一个新世纪的男性，这话这么别扭，就是事业、爱情是不是都得抓呀？啊，一块来吧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您现在事业是已经够不行的了啊，那爱情就更得上心了。那是的，跟着你更不行了呢。什么叫跟着我不行？都咱都一块努力。我努力没，我很简单呀，我说努力咱就努力了，哦，咱就不一样了。行行行，你不行啊哥哥，我得努力，你更得努力了啊，因为毕竟你说相声你就不是这块料啊。又来了，我怎么不是这块料啊？什么叫又来了？我真的，我学十多年了，我不是这块料。你学十多年，你学十多年，你现在造着原子弹吗你？您这话都不挨着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不挨着？您就不是干这个的呀？我怎么不是干这？你是干这个的？我怎么不是干这个的？我怎么不是干？你说说，你说说，我怎么不是干这个的？我要不是挣你们家钱，我早说了。我跟你说，只能拿这种话来慰藉一下自己这个空虚的内心，你知道吗？哼哼哼，谁空虚谁知道？我踹死你！你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成都这么多观众，您上来就损我半天了这？不是，我是一看大伙儿都不是外人啊，你这个。你这个脑子他说不了相声。我脑子怎么说不了相声？你打小这就不是干这个，你都忘了你当时怎么来的德云社了？我让你爸骗来的。我怎么来的？我什么叫骗来的呀？怎么了？也这么大一体育馆招聘会，你爸蹲在门口进来一个摁一个。这是德云社，这是传销组织呀，这是。哟，别嚷嚷，别嚷嚷。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我身份证还扣着呢，我跟你说。你有人信吗？你看这么些人，有一个人信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看一会儿我师傅上来给你们洗脑，真的，留点什么？你们身份证都存好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传销组织都弄干嘛？就是你们家，你看这都，你们一定能成名。那就是德云社后边，你知道吗？干嘛？我们有这个吗？没有是吧？就是让你们不让说回去打我。对，让他回家呀，发展下线了，知道吧？对，带着家里亲戚朋友跟我们一块儿干了。咱们别说这个了，你就跟这胡说八道。您先胡说的，多能胡说了。你当时来德云社的情景，我历历在目。你给观众讲讲。那年啊，特别惨，阎鹤祥，嗯，因为脑子不行，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愿意要他啊。怎么办呢？就在我们这个德云社的剧场门口啊，吃垃圾。对。哎呀，真的，我是野狗啊，我是。那是不是？那挑里头摘那能吃的呀？像什么那个塑料什么的就算了，吃不了是吧？别的你挑着能吃的吃。我爸正好出来倒脏土，正看见你了。哎呀，一看这孩子不行啊，这个太可怜了。来吧，上我们德云社来吧。啊，我们这儿垃圾比较多，是吧？就这句实话，我跟你说。对不对？那你就来了。现在是没有垃圾了。嗯，那你们自个儿那么认为的是吧？是吧？你听我把话说完呀。啊。打那儿起，这才开始学的相声。我就吃垃圾进来的是吧？对呀，他是吃垃圾那门的。嗯，你说说，有一个老师喜欢你吗？都喜欢我。哪个？我问你。于老师，别于谦老师。我们当时学相声时候，于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，任课老师啊。最讨厌的就是他。谁说的呀？最喜欢的就是我。这有什么可议的？这个，哼，真事儿。于的观众都是知道事情真相。不能。没有没有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。那亲儿子谁不疼你？我抽你！这个早晨起来先点名，花名册。哎，拿花名册，头一个名就是我。嗯。郭麒麟，噌噌我就站起来。于老师好。于老师您有精神了。于老师您这个头是哪儿烫的呀？您。哪个老师不爱那会说话的孩子呀？那是。于老师看我高兴，呵。哎，多棒啊！我太喜欢你了，我认你当我干爹。什么玩意儿？于谦整个人250，就喜欢呀、啊，就这么喜欢啊！接着念吧，阎鹤祥
我到我了，二号，二号，我跟丧尸似的，你。你转转过去，对，别看我啊，脸冲墙，就这样，别动啊。啊干嘛？于谦看我一眼，怀孕了是怎么着呢？怎么就这么恶心，一口就吐了就？就是看你受不了，就不是干这个的材料。谁说的？你看，你看，你老这么着没劲啊！这样啊，当着成都的父老乡亲，我考考你，你敢不敢？可以呀、啊！你别嚷嚷，别嚷嚷，有理不在声高。怎么了？你还考我呢？我您初二的文凭，您考我呢？你还说的没用，说的没用啊！太难的我也不考了。那初三你也不会、啊，知道吧？像什么这个这什么那个函数啊，什么的哎呀，微积分，我这都不问你了啊。嗯，我问点简单的吧，好吧？啊，简单的。考一个什么呢？考一个脑弯急转筋，好吧？你把嘴里那鞋垫先掏出来啊！脑弯急转筋干嘛呀？什么呀？那叫弯转脑弯急。就这脑子，就这脑子。行吧，你这智力行不行啊？行行行，甭来那个，你来，不猜智力吗？就能说出人话来啊？来来来，好，好，好，嗯，来一个，嗯，先出一简单的宝吧。你来难的都行。数学问题行吗？好啊，好吗？我就爱数学，就爱数学。哎，好，你学理科的？那可不嘛，工科，工科，理工男啊。好，嗯，这个几何问题有研究吗？就爱几何，就爱几何啊。好好好，几何啊，这个长方形你见过没有啊？见过呀。你知道长方形有几个角吗？您那都是小学一年级的题，这都是长方形四个角啊！哎，好棒好棒，还知道啊，是吧？你是不是哄你弟弟哄惯了？您这是？哎呀，看好了，这题目这条件就开始了。嗯，长方形有四个角。嗯，就跟这桌子面一样。嗯，对吧？嗯，这四个角，你拿刀切下一个角，还剩几个角？三个角啊。怎么了？真的、啊，你要把我气死！怎么会三个角、啊？切就一个角，四个角，四减一，三啊！你看啊，你看人孩子都会，你听见没？人孩子都会。这一个长方形，我切下一个角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不五个角吗？我这孩子可能电子科大的，真的这孩子。这哦，这叫、啊、钝角也算是吧？废话，我切圆了呀，我给他。那我没注意，你要说钝角也算，我会啊。行，会了啊。来呀、啊。再问你啊。啊、嗯。说这个长方形，四个角。嗯。我切下两个角，还剩几个角？六个角。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还剩四个角。怎么还剩四个角啊？你看呀。啊。你这么切呀、啊。您那么切，这还站得住吗？你管着管着，我就说桌子面嘛。这不算几何题。这不行，好的没有，您说一个好的。哎，好的怕你回答不上来，你来呀，真来好的啊。听这个啊，问你生物吧，好吗？生物题，生物题，行，生物行不行？来来来啊。蜘蛛见过吗？蜘蛛见过呀。见过蜘蛛啊？蜘蛛几条腿？蜘蛛四条腿啊。四条啊，蜘蛛八条腿啊。我说那是一半蜘蛛。你说那是一蜘蛛啊？我说的是蜘蛛啊。对对对，好吧。这个八条腿啊，哎呀，这脑子确实不行。这个，嗯，八条腿啊，八条腿，八条腿啊、嗯。说在这个树上啊，啊、嗯，趴着一只蜘蛛，蜘蛛，哎，突然间啊，啊、嗯，刮起了一阵狂风，哎呦，把这蜘蛛给刮到地上来了。啊、嗯，问此时此刻蜘蛛还有几条腿？还是八条腿啊？不对，怎么呢？它落在地上只有七条腿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还有一条腿捂着胸口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您这叫什么题呀、啊？这叫多有意思！就这题是吗？啊！你要这题我也能出。你来啊！生物题啊！嗯。问你啊，比如说你们家呀、啊、有一个鱼缸，嗯，里边有一个王八，还有一只小金鱼儿。把这鱼缸放在冰箱里边，冷冻24小时，拿出来以后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小金鱼儿没有了，就剩这只王八了。问你怎么回事？这个王八叫石金鱼王八。没有。没有吃，王八没吃这鱼，鱼啊，化了。没有，就这鱼缸化不了。那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告诉你记住了啊。您说，说你有一个鱼缸，里边一个小金鱼，一个王八，放到冰箱里边冷冻24小时，拿出来以后，哎呦，小金鱼没有，就剩这王八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王八也纳闷呢。
去，你找你那四条腿蜘蛛去吧，你看上那边去。什么？这是题吗？这个？这比您那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强多了，是吗？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这不挺好，挺萌的吗？去你的吧！挺萌的吗？就这个是吧？嗯。这种问题，哎，这种问题我会一大筐，我告诉你。来呀！你听着吧。嗯。文学方面的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文学可以啊。哎、听着啊。啊、嗯。这个看过那个《寓言》是吧？看过。龟兔赛跑，嗯，王八当裁判，你说谁赢了？你赢了。废话，我说我成王八了，我成。你不说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不一样，绕的人吗？哈哈，这咱不绕的人了，这不绕的人，咱来一个真正的逻辑分析题。你有逻辑吗？你分析敢来吗？来听啊。嗯，说假设你呀、啊、郭麒麟走在大沙漠里，七天七夜无食无水、嗯、突然间、啊、眼前有两杯水，一杯岳云鹏的尿，一杯孙越的洗脚水，你喝哪个？我呀，这样吧，哎，别太脏了，我喝孙越的洗脚水。这是个变态、啊，你要喝岳云鹏的尿啊？我们喝那两杯水啊。我说多清楚，七天七夜无食无水，眼前有两杯水，一杯岳云鹏的尿，一杯孙越的洗脚水。他是个变态呀、啊、这是一个。你是不是喜欢孙越？你是不是？你刚才你别把他们都摆一块儿啊！你我这话没毛病啊！你手有毛病啊！你多讨厌！就这个是吧？对了，我还有，你还来呀、啊？你听着啊，这个出完就难死你了。嗯，听这个，说奥特曼，打一相声演员，猜吧。奥特曼，哎，打一相声演员，没错。不对不对，这不合理啊！这不合理。人奥特曼那头型是那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爸爸头型是那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不一样。那我不知道了。不知道是吧？您告诉我。告诉你，记住啊。说，奥特曼打一相声演员。谁呀、啊？打死了。奥特曼打一相声演员是吗？那还不打死、啊？你站着正说相声呢，头一排站起来，滴滴滴滴滴。你说您这题都像题吗？这我可乐呀！我给你出一个吧啊！好，再来个动物题，敢来吗？太好了，动物题啊！啊，你这样，你问我，你先问我，你问我你是熊猫吗？你问我，我不想问这种弱智的问题。1981年9月14日生人，37岁的一名中年男子，来，你问我你是熊猫吗？这，你来来问吧，快，脑子有病，你看，你看你脑子，问你是熊猫吗？快问，好好。配合哄着你啊，嗯，你是熊猫吗？我是熊猫啊。你问我你是金丝猴吗？你是金丝猴吗？我告诉你我是熊猫了，我都哎，你谁带着刀呢？我想捅他，我说这你说他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比您那强多了，真气人。你才气人呢。就这个是吧？啊，动物题我还有，来一个、嗯、你听这个啊。嗯，绵羊，说呀，说完了，你得猜什么呀？猜谜面。对了，好吧，猜谜面，没听说过。这个谜底是绵羊。哦，我给你编谜面是吧？对对对，你损不损呢？你好不好？咱别来这个，那观众都瞧笑话了。那怎么着？大伙儿挺高兴。你有那好的没有？好的，哎，好的，咱是有的是啊。来呀！那哪能随便就来去？干嘛呀？哦，我跟这说一个，费劲巴拉的说一好的，你这儿没猜上来，嘿嘿一乐，哎，我没猜上来，完了，这就完了。不是你有好的，我怎么还不能直接猜？那不行啊！啊，咱得挂一点小赌注。赌什么呀？咱也别赌太多的啊！现在国家不让下赌，是不是？嗯。咱赌一个每个人身上都有的。什么东西？赌一只眼。对，好吧。我都没听说过，怎么赌一只眼啊？这样啊，就我说一个灯谜啊，我说你没猜上来啊，你输了，怎么着？我拿你一只眼，
这是扣我一只眼。对对对对。那我赢了呢？向你道歉。对。那管什么用啊？你道歉，我也一只眼了。啊，是吗？对呀。哦，行。不想那不赌这个。不想啊，您说一好的。说一好的。哎，来别的，咱再赌、赌点钱嘛。啊，赌钱可好吧？啊，也别太多了，别伤了交情。嗯，咱就赌8000万。嚯、哦！您上这致富来了？税后啊，税后8000万。对，税后您拿不了8000万了，知道吗？八、啊、千万就把你逮起来了，我跟你说。啊，不像话，这办得少一点。少一点。哎，10块钱吧，好吧。那、啊、得了。咱甭伤交情，对不对？就不伤交情，10块钱，哎，一根冰棍的钱，得嘞，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听我出了啊！您来啊！您来什么呀？出一个灯谜啊！灯谜，来来来，行不行？那正经的好灯谜，嗯，听我这个啊，我这个难。说什么东西呀？三头六耳。8条腿，一只眼，行，够了，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完了，完了，您这打一什么呀？都有一范围啊，打随便，还想打什么？都不行，你打一相声演员，我受得了吗？您这，哦，给我一范围呀，打呀，啊，打一个这样吧，打一个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。哦，我琢磨琢磨。好，我也琢磨琢磨。三头六耳，8条腿，一只眼，打一过年的民俗活动。我猜着了。哎，您过来。怎么？我猜着了。你猜着了？猜着了。我给换一个啊。说呀。有一。我猜着，您给我换一个，像话吗？猜着不不新鲜。我猜着了。哎，这样啊，过春节庙会上耍狮子的。对不对？不，肯定是耍狮子的。不能，肯定是啊。就不是呢。三头六，肯定我也解释就对了。那我问你啊，啊，三头，你看狮子有一个假头，耍狮子是两个人，还有两个头，加一块三头啊。六耳，有三头必有六耳啊。狮子俩耳朵，耍狮子俩人四个耳朵，六耳吗？8条腿。狮子4条腿，耍狮子俩人4条腿，8条腿啊。一只眼，狮子一，哦，还有一只眼，哎哎哎，一只眼，哦，那我这不对了，不对对吗？啊、哦，不对不对，没猜上来啊！我给你说一别的啊，哎，您都别，您都别，离老远一看，不对，别说一别的，您得告诉我是什么呀？你没猜上来，我还告诉你，我是得告诉我叔啊，那什么呀？这是还得告诉你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行，你求知欲这么旺盛，你多新鲜，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呀，啊，这就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我谜底就是我奶奶，啊，哎，我奶奶呀、啊、抱着猫啊坐三轮，哎，谜底，这是谜底。他奶奶抱一猫坐，对对对对，这叫什么春节的民俗活动啊？这个，我怎么不知道哪有这民风啊？这，你，我。串门拜年，串门是吧？我问问你啊，哎、三头，有三头，我奶一头，猫一头，蹬三轮一头，三头，六耳，有三头必有六耳啊！我奶俩耳朵，猫俩耳朵，蹬三轮俩耳，六耳，8条腿，我奶两条腿，猫4条腿，蹬三轮2条腿，8条腿，一只眼，你这没听明白、我奶奶一个头，猫呢一个头，蹬三轮的还一个头，这我听着，我问您一只眼，是有三头必有六耳，我奶奶。